你找我同学，你吃这玩意儿，这两天不降温了吗？来一个吧，媳妇儿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他不吃啊，他吃饱了。不是我吃独食，那大伙儿都骂我呀！我的妈呀！媳妇儿说我吃独食吗？不吃。你们今天没拍，主拍角拍一单啊！这玩意一单能老长接了。一单基本上不能用一个冬天的。这不能直接贴皮肤上，必须得贴就是隔身衣服。哎，我好饿呀！嫩片呗。真香的。来一会儿，我问了。打个驴。剥它的天灵盖，绝！多大呀，头坑！它三张嘴了，还可以。大家看不到它猫就吃了，你看一直往上飘，而且好烫，瞅都瞅不下来。又烫又辣，吃饭吧。
太烂了。Oh.
六丸子。看一下，这个是我冻的最成功的一次冻草莓了，马上准备开始我的冻草莓喽。冻草莓，这个是我冻的最成功的一次了。哎呀，抽不抽了，抽活这都一盘，吃个羊脑记性好，吃个羊皮爱学习，吃个羊舌爱生活，这是占的脱骨大主角。摇头啊，姐妹。还有舌头。
念念。这个。是不是好疼？